霍夫三州接托鲁三州。菲利普三州接托鲁两州。三州，阿克塞尔两州，试卷。勾手两周。在两周，接托鲁三周，再接托鲁两周。编排步伐。联合旋转，全场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安香怡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一套国际水准的节目。今天总体的发挥非常出色，除了后半段的勾手三周空城两周之外，其余没有任何问题。安香怡在赛前训练状态没有那么好，所以她选择把三三连跳放在第一个进行。
所以运动员都会根据自己在场上的状态表现调整自己的整个难度配置。节目开场的编排非常有新意，开场的萨霍夫三周接偷舞三周稳稳落冰，贝利布三周接偷了两周，空中姿态收得非常紧。跳进的燕式，这是安香怡的标志性动作。他的旋转编排的比其他选手更难，而且完成度更好。他的旋转在国际上都是可以获得加三加四的GOE得分，甚至加到五加满。后半段的三连跳稳稳落冰，再来欣赏一下他的旋转。换足了连环旋转，和其他选手相比，安香怡的整个表演能力非常的大气。来期待一下他的自由化得分。安香怡自由化得分是128.49分，当前总分189.81分，当前排名第一位。自由化得分128.49，总分189.81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分数。目前排名第一。下一个入场的是。